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黄胜凯加入我们。第118届的美国国会今天开议了，那么共和党暌违四年之后重掌众议院，但是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连续在三轮的议长投票失利，好看起来啊是搞不定党内的极右翼吧。好，其实，在投票之前，为了要搞定这些极右翼哦，麦卡锡他为了这样凑齐票数，他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包含他同意说呢，降低了这个不信任投票门槛，也就是未来只要有五个共和党员想要把麦卡锡，如果他当上议长的话，想把他换掉，他就可以提出来。但是就算这样，还是凑不齐票数。那麦卡锡也表示说，这些党员根本不顾国家利益。好，众议院议长难产呐、啊。那美国总统拜登呢，他是不介入的哦，这也惹得共和党的选民很不满，还嘲讽这场面极其愚蠢。那只是哦，大家很好奇耶，这个麦卡锡怎么会这么不受欢迎呢？好，其实很特别的是，麦卡锡他算是前总统川普的盟友，但是呢，坚决要反对麦卡锡的也都是川普的盟友。那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有部分的分析就提出说，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川普的盟友认为说，麦卡锡他可能对民主党，尤其是拜登的总统可能不够强硬，所以可能这个麦卡锡没有办法替川普来好好的执行政策，包含是要调查拜登相关的进行。接着全球大头条，我们就要来关注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选举。前阵子我们看到台湾其实也举行了地方的议会选举，那很多的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其实呢都有部分议员跑票的状况，那让党内的反弹声浪非常的大。那看起来整个政党好像是不太合作，也不太和谐。这样的戏码呢，其实不止台湾有，就在稍早凌晨，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选举也上演一样的剧情，而且更精彩。If you go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ask them if Congress is doing a good job, if they like the way things are run in Washington, D.C.,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get a big hell no. We want to change the way things are done here. But yet, I'm still working to try and avoid this moment that we're at right now. The whole time. With me, why have you brought us to this point? Well, we surely haven't come here alone.Not about prom king. This is not about a pastor. This is about electing a person to sit in the speaker chair so that we can all get to work. So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tiny little group that is going to demand their way because they want subcommittee chairs and they want certain power positions. That is not how this works. And that is the worst thing they could do for the country. And I'm furious over it and I'm going to continue calling them out. We will be fighting this out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Congressman, how long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do?好，现在已经确定了，投了三轮，这个众议院议长的席位还是选不出来。那你听到最后一位的众议员他说，这不是在选舞会的人气王我们是在选一个议长。那你不选出来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大，因为整个众议院的新任议员他没有办法正式的宣誓就任，也就代表整个众议院他没办法运作。那任何卡到现在的议案都没办法审。但是你也听到了，这些抵制麦卡锡的人他们非常的坚定，现在呢让百年一遇的状况发生了，也就是美国众议院100年来第一次没有办法在第一轮正式的选出众议院议长。那我们看到在经过去年的美国其中选举之后，整个众议院是由在野的共和党夺下了多数席次，一共夺下了222席，所以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在民主党的现任议长佩洛西下台之后，基本上呢新任议长就会从共和党选出来。那本来呼声最大的就是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但是你看到他在整个投票过后脸色非常的凝重，然后被拍到他不断的跟旁边的议员交头接耳的状况，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想要当上议长这一条路，整个投票结果可能不太如他的愿。那共和党我们刚刚提到了，一共是有222席，那民主党是212席。如果你想要当选众议院议长的话，在所有议员都出席的状况，你必须要获得218票。但在投票之前呢，就已经有5个共和党员说，我绝对不会投给麦卡锡，等于麦卡锡根本就拿不到218票，没办法达到门槛。那另外呢，同时又有9个人说，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投给他，还好犹豫哦。那这样算一算呢，共和党可能就会少了14票。但是投票结果出炉更惨，我们看到麦卡锡在第一轮，他其实只拿到了203票，还比民主党的杰弗瑞斯的212票还要更少。那因为没有人可以达到218票的门槛，所以这是美国整整100年在第一轮选不出议长的状况。上一次的发生呢是1923年，所以这样的一个投票就进入到第二轮，那会有转机吗？答案是没有，共和党的麦卡锡一样是203票，那跑票的19票就转投给
新出现在选票上的共和党议员 Jordan， 所以呢，投票又进入到了第三轮。这时候 Jordan 就呼吁大家说，大家要团结，他自己也会投给麦卡锡。那在你的呼吁完之后，第三轮投出来，麦卡锡反而203票又少了一票。那呼吁大家投给麦卡锡的 Jordan， 他反而支持票还上升了一票。所以众议院已经确定选不出来，那我们先休会，下次再来选。麦卡锡他也说了，他一定会坚持选到最后。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七年前，2015年，当时这个多数党领袖的麦卡锡，他也想要来挑战当议长，但是也是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核心小组的选票，最后麦卡锡选不上，他退出了。所以呢，这一次也不是他第一次选不上议长。不过如果我们从整个票数来看，麦卡锡他获得了超过200票，所以他当选的可能性还是在。只是可能不是现在。那这个麦卡锡到底是谁呢？我们现在就带观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他。其实在麦卡锡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中过一张彩券，那获得一大笔钱，他就开了一家餐厅叫做 Kevin Oz。 但是这家餐厅生意真的太差了，那他就把餐厅卖掉，把钱拿去缴学费，跑去了加州州立大学来念大学。那当时呢，他就在那里遇上了时任美国众议院的Bill Thomas， 他就靠着在他身边实习走进了美国政坛。同时在2002年，他当选了加州议会议员，当时他只有36岁。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麦卡锡他其实是一个抗中保台态度蛮明显的一个人，他也曾经主张呢，他在当选议长之后要成立一个中国的特别委员会来处理中国的问题。同时他也表态了，在当选议长他也会像裴洛西一样出访台湾。透过接下来的专题报道，我们一起来回顾麦卡锡的抗中保台史。共和党众院领袖麦卡锡接任新议长几乎没悬念，这次其中选举共和党夺回众议院，对民主党的总统拜登恐怕不是什么大加分，但对中国而言可能是更糟的消息。他对于美中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众议院任期期间对于美中之间的整体的这个对抗关系，我想是非常熟悉，在重大的法案上面也是支持台湾的。好，麦卡锡抗中立场鲜明，曾在脸书为了支持香港反送中批评 NBA 官方只顾及中国市场，他更公开支持民主党佩洛西访台，谴责中国军演威胁台海和平。 In fact, the threat of Chinese spying in America is so widespreadthat the FBI has 2,000 active cases, and they open a new case every 12 hours. Foreign policy, definitely Taiwan, him making an issue of Taiwan, even bigger than perhaps Nancy Pelosi did. 麦卡锡对台友善，过去还曾经邀请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圆桌会议。We are honored to have Ambassador Chow here as we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其实 McCarthy 啊，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们长期跟台湾关系很好的，他是一个蛮看风向的，因为美国现在的氛围就是反中嘛，所以他一定也是跟着这个潮流走吧。麦卡锡也多次批评拜登政府应该加速对台军备移交，外界预期他接任众议院议长后，对中政策将更趋强硬。他挺台湾是挺台湾军购，他认为台湾军购美国要就是一定要按时交货。提到了所谓的5年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的这个部分，能够把这个核心的内容、实质的内容纳入台湾政策法案里面，那么麦卡锡众议员也就是接下来非常可能是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那么支持这样的方向。麦卡锡挺台湾，外传他也将依循佩洛西模式亲自访台，只是什么时候来访，目前可能有三个时机点。第一个，在2023年1月底接任前，以众院准议长身份来台，降低台海情势冲击；第二，则是上任后不久，马上率团前往台湾；第三个可能性，接任议长后，配合2024美国总统大选，打出亲台抗中牌。届时才会出访台湾。我相信以他的个性，他一定觉得佩洛西是议长身份来，我一定要是正式议长才来，不见得会马上来了。他要访问台湾，一定是第一个议长身份，第二个他会邀请民主党一起来，所以是跨党派。第三个，看起来不会太晚，就说会在上半年不会到下半年。所以过去有人说过说他可能准议长降低冲击，不对不对。这个不管是佩洛西还是现在接下来的麦卡锡，
降低冲击从来不是考量。美国多次表态，政治人物出访台湾不必看中国脸色，只是到时候麦卡锡来台，恐怕中国再次跳脚。抗议啊，这些军演，我认为一定会。但是第一个啊，我认为力道会减弱；第二个啊，美中关系现在开始在发生变化了哈，而且接下来这个布林肯国务卿还要访问北京，所以在这样的整个的大国关系产生变化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就算是这个麦卡锡议长访台哈，那么这个中国会表示抗议啊，一如以往，甚至有一些军事上的小动作，但是我认为那个力道会减弱。国内外学者评估，有台路线的麦卡锡接任众议院议长后，访台几乎确定成型，只是时机点落在什么时候，也挑动着中国的敏感神经。记者新闻，彭欣怡、吕绍博采访报道。好，大家都关注到底什么时候麦卡锡会来台湾呢？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众议院的共和党闹不和、闹内讧，那陷入僵局，投了三轮都还投不出来。那新任的众议院议长现在产不出来，共和党的选民看到这样的状况就说，这状况看起来真的好愚蠢。那就有记者就跑去问白宫的发言人说，现在整个国会看起来是陷入了僵局，那拜登总统会介入吗？我们来看到白宫发言人的回应。Look, as you know, the president served as a U.S. senator for 34 years, and he understands how this process works. He certainly will not insert himself. You kn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Republican conference has to figure out on their own, and they will do so.好，这个共和党一定得好好解决，但是不是今天，因为他们已经正式决定要先休会，下一次再选出来新任的众议院议长到底是谁。以上是今天的大头条，把现场交给主播。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